先拍一段后退三步转身离开的视频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剪辑，把我们提前拍好的一段视频导入进去。好，添加。进来以后呢，关闭原声，从开始转身这里啊，点分割，把后面视频变个速啊，选择变速，常规变速，变速到 0.5。选择第二段视频，找到滤镜，黑白里的江浙沪，好，拉满，打勾。返回，找到特效，画面特效，氛围里边的星火，好，打勾。选择第一段视频，找到滤镜，搜一个高清，选择第一个，好，找到音频，音乐，提前导入的一段音乐，添加，使用。找到文本，识别歌词，开始匹配，文字识别出来了，选中小笔头，找到字体，选择一个丽晶黑动画，找第一个，拉到 4.0。 好，这段视频呢我们就做好了，选中上面 1080p 整理拉满，码率拉满。好，导出看成品吧。1 2 3，转身离开，有话说不出来。